以赛亚书第十二章。到那日，你必说：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他，并不惧怕。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在那日你们要说：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但愿这事普传天下，锡安的居民哪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